就写这首歌送给我的姨婆，然后就他昨天不离开了。半生童谣言，本来离他爹高喊你啊，他虽然在学校是明星老师，哎呦。老爷大力推，老爷叫下来。哎呦，哎，嘛，特别诸多咧，那流行歌曲组啊，哇，是特别的反落哈。哎呀，反落还是反落？哦，反落。哎，还 TC 礼拜啊，你结婚帅，结婚帅，好，啊，那来介绍那评审的，金牌评审团来。六个类型啥？骑士飞行长，总飞行长，宇宙飞行长。好了，行长介绍的，没有抢的太来宾的，冲哥们，他个他个的，我好喜欢他的歌声。哎呀，真的啊，好温暖的感觉，是真的，又是气质款的。气质以前呐，哎呀，没有，他没讲话的时候也蛮气质的，真的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好朋友嘛，请叫我老太太见面呢，也都小隐形，他来看书，来谈看啦。
有没有自信？好久不见，欢迎肖老师。肖老师，哇，一条黑妹，讲到一条牵手啊，牵手一条歌，牵手。牵手，他越来越可爱了。哎呀，他本来就这么可爱嘛。是啊，啊，你说以前是走气质路线嘛，现在走可爱路线了。没有，我觉得现在多了一种不一样的、比较厚的风尘。哎呦，莫光了牵手那条歌，现场朋友大家注意听了。好，掌中印有弹过吗？有吗？脍炙人口的歌，原唱始祖。对对对，原唱。还有哦，还有哦。木棉花有弹过吗？哎呦，我们的原唱，失敬失敬啊！原来我的木棉花听了那么多千千万万种的版本，就是肖老师，你是主唱啊？主唱，对对对对，我一直以为是那蛤蟆老师，那个是他，他是翻唱，他是创作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一个男生唱木棉花，怪怪的？对对对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抄的，他可以唱。做出这么好的歌的，对，很成功啊，很成功。做梦的时候写，开玩笑，做梦的时候写，很成功。尤老师真的很厉害，他也创造出真的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而且他的传唱度非常非常高。我们的参赛者常常拿他的歌，还有那个肖老师的歌出来比赛。某兄都原来原唱是，哎呦，每一首歌脍炙人口，但是每一首歌都非常有高难度。无缘的话来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无缘都被我拉。在风中，木棉花，哎，忘记歌词了，怎么跳错？等待有生命来诉情衷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，飘在风中的。捉弄我就对了，那么沉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首歌都被我们对唱到快不行了。没有，还是那 original 的那个味道。味道还是要肖老师的好。真的，真的，那种味道真的是。对呀，对呀。你最近天冒汗吗？给。中医的。嘿哦，恭喜。有恭喜。做阿婆。啊，做阿婆，做阿婆啊。冇个啦。你做阿婆。你是不是呀？啊，你做阿婆还敢做啊你？包片，哎，老年纪某 Q 某关的哦。哎，可能肖老师啊，不是给这个对舞台当红，懂好开玩笑，对，哦，懂烦恼的一面，乐观。其实大家这个有所不知啊，你之前因为一个意外，有一个伤害，哇，导致于去脑去影响到他的眼睛视力。对视力，也全看模呀。做梦会失明的，有没存到台湾一滴滴安尼天，旁边都看不到。一滴滴了，然后视力大概多少？有老花哎。有老啊。阿叔呢？根本秃啊。无啦。那多骗你呢。有老花，佮说越来越蒙哎。就叫完全的二行路的把小人带走。诶。七家行，迄作品带做的，古装行就无法度，无办法，好拿捏的，比较没有办法准确。啊，我是因为这次因这个祸而得到福。嗯，怎么说？因为爱吃的，我现在个性比以前开朗多。嗯，残障不是障碍，对我来讲，是心情最重要。心情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呀，心情比较开朗。蜕变了，不一样的感觉啊。好，这个希望你的新的蜕变。能够让你带来更好的人生，哎，运气更好的人生，希望身体健康之后尾了。嘿啦嘿啦，身体健康啊，哎呀，安之生了，安之生，安之生。积分水避水规则，达礼拜由无缺氧的主题，参赛者七家成功的，经过六礼拜的比赛，累积分数最高的前三名，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。
啊嘞，可是呢，经常因为比赛了哈，哎呀，比赛之前呢，讲一下那个评分的标准啊、规则的哈。嗯，要礼拜有像的罗老师。好，来。哦，太刚好，人家礼拜主题是免疫调白了哈。今天陈帅站呢，我献一首歌来演唱，然后呢，我哋希望参与嘅歌声当中，能够听到讲耶稣歌嘅。你先不没有啥，对个没有啥人呢？可能是人爸爸、人妈妈、人朋友啊、同学啊之类的，唱出你对他的思念，唱出你对他的感情、感谢、感恩之意。你假使讲前面能够做到一点的话，就表示说你已经勾起了你以前的回忆，你把当时那个情感直接传递到给我们评审了。我们接受到这样的信息，接受到你的感动，你的分数就会高。免起头白啊，想起以前，好，加油！免起头白，对，好了 ，TV 陈水朋友，陈怡云要带来《爱爱你》，好，来谈好了。今天我要带来这首歌《爱爱你》，是我自己的创作，我要献给一个特别的人。不管我们距离是远还是近，相信这首歌一定能传到你心里。跳歌的迄七家创作的歌曲，哈，迄马个动机一下这条歌的，嘿，先不卖你，就是那时候是那个上个月就有这个主题嘛，那我就想说，就写这首歌送给我的姨婆。姨婆，你姨婆是跟你住在一起吗？
没有，就是奶奶的妹妹，就是奶奶每个妹妹都很好，嗯，跟你们的感情也很好，对。然后就住在附近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提到姨婆，你现在从小是都她都会照顾你，把你带大吗？还是就是都跟奶奶一样，就是都很照顾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每个感情都很好。嗯，然后就她昨天就离开了。嗯。生病了哈。嗯。嗯，人生无常。嗯，那希望姨婆嘛，知道说你们这些小孩对她也很孝顺。那毕竟今天你还是有把这首《爱爱你》要输各位冲鼻翼，我相信她也有听到，对不对？要送给她。希望她没有遗憾的离开你们。他应该还会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的，你播出的时候，他一定还会在看。对，一定要看。对。啊，但是呢，毕竟碰到这种，对，但是也是因为比赛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还是，还是要回归，先暂时回归到现实一点哈。还有你刚刚在唱的时候，没有把情感太投入。对，我觉得他必须要控制住。对对对。所以他是他对这个要给比赛。一个好的态度。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听老师共评了。好，郭丽老师。好，李云，把眼泪擦一擦，继续往创作这条路前进哈。其实在你还没有听到你唱这首歌之前，我看了一下你的歌词，我就知道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，这是一首你经历过来的一个人生的历练所写出来的歌词。那在听了你唱之后，我就知道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很能打动人心的一首歌哈。那我只是好奇想问，就是说这首歌你是上个月才刚完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还没有进入到编曲的阶段。等于是小康老师今天帮你伴奏的版本是第一个版本的编曲，所以你在这首歌之前你唱都是用自己用木吉他自弹自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编曲，可能你练习的机会也不多，可能在家里。你还没有接触到音乐，你是来现场才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听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，因为你还不熟悉这个大编制的 band 的编曲，所以你没有把这首歌你的原创的那种感动唱出来。你的声音是 OK 的，你的感情是 OK 的，但是因为你跟乐队的配合时间太短，所以没有把这首歌的精髓表现出来。只要你练习够的话，你会有很好的成绩。那今天的表现，我给你的分数只是一个肯定一个及格的分数，但是你不要放弃，继续唱这首歌，很棒的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怡云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宽加个粉丝了哈。来，乐宽，请怡云的粉丝。粉丝没火哈，还有两个礼拜，好，三个礼拜，两个礼拜。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加油，好吧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嘞，三号来呢。李浩森带来从头来讲，来，谈啊。来往来劳动，人生几快乐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跟我非常要好的隔壁班的同学，死党。对，那一天我工作完回到了新竹，11点多，我们还在 FB 的。状态上面对话，3点多他就走了。行一步路，行过几多风雨路。要唱出一个第一次失恋的那种心情，所以他选了这首歌。他那个时候失恋，然后很气嘛，很气就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没有啦。今本领输国曲，我成为本爱高中最好的朋友。我两三同学未同学唱歌，分了功课，以后我两三会强下打拼。不过因为摆差课，其他无伫了嘞。故说我希望大家去做一头龙爱唱歌，知道我懂相机，也希望其他下过得更好。
本来老多人生几快乐，也敢讲现在安逸做，梦低头抓海的眼已经变了变了，童年的笑容再也看不到，每当想见到阿公老阿婆，思念的悲伤迷的梦，梦低头的海岸已经淹了淹了，搜过我的记忆还有存几多，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我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今天这个主题等一下，我的面子又快不够了。奇怪，这个有椅子你不坐，然后你要坐那边，然后最后又坐在旁边，那嘛个意思？什么情境啊？该是款的，刚才主题的时间，就是缅怀以前嘛。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跟我非常要好的隔壁班的同学，死党。对。我可以说人生很多第一次都跟他一起，就比如说第一次去跨年，然后第一次去撞球场打球，然后就是很多很多高中时候最多的回忆就是跟他一起。他很喜欢听我唱歌，他是原住民，他也很会唱歌。然后我们之后说好就是以后可以一起玩音乐。后来他在当兵的时候回到了新竹。其实记忆很深刻，那一天我工作完回到了新竹，9点多，我打电话给他说：“哎，我回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在喝酒，我不能来找你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那你明天要不要？”他就问我说：“明天要不要跟我们班跟他们班的男生一起吃饭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大家这么久没见。”
十一点多我们还在 FB 的状态上面对话。嗯。三点多他就走了。为什么走？酒后驾驶哦。我还特地写了一首歌给他，在他丧礼的那一天，然后我写了歌词，我就唱给他听。我本来要唱给他听了，可是因为我不会，我不太会谱曲，我只会写词。嗯，在最后他棺木合上的时候，我才把它折好，放在他的棺木上。我跟他说，我总有一天会把这首歌做完，我要唱给你听。嗯，对。所以说，人生哦，真的是变化无常哦。这突然很多事情啊，就完全变了样。嗯，好。OK， 这个主题哎、欸，很有故事性啊。那哪一位老师？世辉老师。来。OK， 浩辰，其实你前面讲嘅故事，其实我系超懂感通哈。所以讲，你用现场嘅布局嘅方式来留七家感情，可是带入来，其实我知道以后，好，就是说你整个有想法的，把你想要表达的事情运用在这首歌上。只是说有一些地方，我觉得，主歌的部分，因为你想要表现出那个时候的沉稳，所以其实你唱歌的时候，其实气有点虚，所以变成说我想要从中去听到你主题，想要讲某个事件，会觉得故事站不住脚。虽然讲呀 ，Hellboy 副歌的部分爆发力很好，我说实在，我还蛮喜欢这种爆发力，可能我自己唱歌也喜欢有这样 level。啊，不过那组嘿。我不同的地方是，我希望在前面的铺陈里面，不要去跟他有这么大的拉锯。你这么大的拉锯的时候，你刚刚一起身，其实我已经听到你的气，你想要赶快起身，免得去影响下一句。好，免得去影响下一句。所以连两个通照，连想要冲过的那一句，你都要对得上才行。好，都要对得上。所以你会去影响到，像你换 key 的时候，你没有换好。好，比较可惜。好，包括人家所有的爱上的青梅跟赵思都没有带好。只是说，今天比较赞赏的地方是，你在情绪的爆发力不像以前一直都把自己缩在自己的身体里面。只是比较可惜是你今天的铺陈的运作上面没有那么的顺畅，这比较可惜的地方。OK， 卡大爽了哈。啊，不过今天真的，今天真的我们一起翻。好，安子生。好，好哦，喜欢的就是今天神经一个不差，我来看那里哦，来。李浩森的粉书。什么现场？好，九生一粉啊，还有两个礼拜。好的，走，加油。好了，哎，谢谢，谢谢鲁哥，好，谢谢海欣姐。啊，回座休息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妈呀！有椅子坐不住，哎，啊，坐坐坐坐，对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画面呢？就坐，好像那个007那种感觉啊。我坐下来就不是007，那你坐下来什么？像3388的感觉，有点像罗当哎，你也来啊，罗当哎，加个罗，上楼来哈，客气，注意休息，喂，好嘞。嗨族，嗨一边。今年带来三年的风。好嘞，唱歌啦哈，唱歌啦。三年的风，两首歌曲有初恋的感觉。之前家婆人来讲过，给老家公甜美的故事。第八度有一句，姑娘啊姑娘，也感谢你的心情。爱上家婆该是这个心情，老两首歌曲汹涌。故事我希望我做得冲出两种感觉分开家。
没有悲伤了，就是有一种幸福感哦，温暖甜蜜感。对对对对。对呀对呀，这首应该不是会让人家痛哭流涕的吧？没有没有。就是嗯，哎，嫁公哎，老奶嫁婆，嗯嗯，记得哦，冬天咩？哦。嗯，哎，嫁公谈恋爱的故事，嗯嘿，哎，嫁公嘿爱生人，嗯嗯，哎，嫁婆嘿。就哈嘎尼，嗯，哈嘎尼，嗯嗯嗯哼，然后嗯，爱加工打战过来，熊大哥，熊大哥来，就是以前从那边移民过来这里的啊，战争。如果爱加工都爱各种的世界，嗯，就嗯高神嘞。哦，安尼当动作呢，算动作哈。所以我冲一个国诶，然后让他。怀念阿公，嗯嘿，因为大概一三年的时间，都会人来讲，跳歌加工，老吉强下唱嘛个歌曲啊，老吉强下嘛个甜蜜个事情，哦，真的啊，好嘞，撒下来慢热来公平嘞，慧茹老师，任伟亚叔公，非常的适合你唱，你个嗓音非常的干净。然后也很甜，那所以我觉得，你整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让我也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个甜蜜跟那个很舒服的三月的风的感觉。好，这是我觉得你今天选对的歌，嗯，我觉得很棒，嗯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，你今天有一点点的问题，就是第一句的三月那个地方，你的第一句。总是你可能想要唱轻一点，可是你就会断掉，那个气送的不足，音又送的不足。好，如果说下次有你发现你的气，你可以用自己用手机录下来。如果发现你在送气会断掉，你宁愿像第三句，你第一句想送气，第二句，然后第三句你就用唱出来的方式，那一句就唱的比较完整。但是我要特别称赞你的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你收的。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。唱歌就是要从头到尾很完整的把它浸在那个歌里面表现完，直到你放下麦克风。这最后一句非常的漂亮，嘎宇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漂亮，而且越来越进步了。嗯嗯嗯，好，谢谢安子姐。好，安子姐来看一下你的粉丝哦。好，杨颖仪的粉丝。谢谢。哎呦，哇！第一次拿到那么高分。OK， 回头休息。好，他来杀下来。刘明丽带来重重音。哎呦，哎呦，来喽！
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掌中印》，这首歌呢让我想起以前所经历的感情故事，希望我过去的故事呢可以投入在今天的表演当中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好戏的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前面看到你在跳舞。对，你刚刚有在忙一段那个。对啊，忙一段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忙的一段。好像那个电影里面那种丫鬟，还是有没有？还是你最近有追剧吗？就是看然后那种演那种魔女的那种下面的。哦，那个宫女啊，宫女，对对对，那叫宫女哈。对对。哦。就忙了这一段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好紧张。紧张为什么？哦，对啊，你今天哇靠，你竟然在两位面前挑这首歌，真的，你真的很大，对我就浩文刚，我就想哦，超压力的。词曲作者，一位是原唱者，你在两位这个原 Original 前面唱这首歌，真的是他不管了，你知道吗，牛哥？啊，他不管了。因为他就是要唱出一个第一次失恋的那种心情，所以他选了这首歌。这首歌其实是在想说，以前就国高中那种 public love 那种，就是在念书，然后就偷偷谈恋爱，不让家人知道，然后晚上就偷偷传简讯啊，打电话之类这样，然后之后分开的时候就很难过，干嘛这样子？真的，就学生时期的，对啦，就学生。啊，有到几类？什么什么？好了，对，所以他学校要怎么样？他本来讲说他那个时候失恋，然后很气嘛，很气就一直吃。然后呢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是受伤之后不能跳舞，然后要休息，不能运动。你弄错段了啦！
你不是说你失恋的时候，然后很气，然后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？没有啦，啊，没有啊。我们不太想听奖品，是吃不下，都瘦了。然后哦，朋友、同学才说你干嘛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吃不下，然后就发愤图强，然后就变这样，就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没有啦，好吧，回来。来，尤老师，尤老师，好，请你呱呱呱。那个美玲选这个歌哈，其实一开歌我就蛮期待的。因为你一开歌，其实哈，开歌是不容易的。开歌的第一句哈，行一铺路，是你唱的非常的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唱到副歌第二段，尤其在副歌第一段开始来的时候，有面临到一个问题哈，因为你那个客语发音呐，客语发音这个低频，还有那个客语的入声字啊，咬不会张，就是咬不会正。就是入声字它咬不下去，我们客家话跟那个闽南语都有语音，你咬不下去，咬不下去的时候，你的舌头就变平的，变平的，就是说你发出来的声音是国语化的客家字，变成说国语化客家字，然后前面还不会有这么样的明显，但是副歌比较强的时候，你声音要冲出去的时候，变成比较直，比如它就变成颗粒状，变歌是由来生，唔惊你变心。你单人出的很有力，但是你在冲的时候变成颗粒状，就变平了。实际上客语的不是这样，客语的在说话的过程，歌是由来生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世难再相遇。它是有律动的，所以我给你建议就是说，你其实唱功很不错，而且你声音很有特色。在语音发音这个部分下低频这部分，如果有机会把它练好。我相信你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黑马，我也非常看好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谢谢。我们来听原唱者唱一下。肖老师，请。看他一开歌。尤老师讲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收音，嗯，你的尾音不见了，所以你出来是全部吃吃啦，所以你等于是没有韵了啦，对吗？然后你这首歌因为是男生的音乐，你冲刚好你会跟着他的。那个加重音就唱的比较强势一点，如果是用我的版的话，就会比较温柔。所以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音乐的问题。啊，不是小刚老师，我是说编曲的问题。那首歌编曲是尤老师的版本，所以比较刚硬、刚硬、刚硬、刚强啦。不是雨冲啊，就是比较强势一点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像我不是广东人，我也是广东歌照唱。唱完以后，哎呦，大家都说当当哎，当当当。哦，我说几分？哇，就95分、100分这样子。对，当然是给我安慰的。好了，来，好，宽本书对吗？对。好了。怎么了？他不想干了，他不敢干。我觉得会很惨。对。来看多惨来刘米莉的粉丝大块桥中吹点凉风，我们那时候很向往，我跟我一个同学，比较强的同学，就是很一直很想要看那个国家戏剧院的演出。你觉得你不强吗？你也很强，还强我贪生厉害的高汉尼哦，他虽然在学校是明星老师。哎呦！刘米莉的粉丝。89分。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很不会做节目哎！谢谢老师。91。91分呐、啊，但是对来讲模糊哦，分数模糊哦，好吗？加油！女生还是要温柔一点哦。好。对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他们舞跳得很好，真的。好嘞，撒嘞。彭思群带队一撒。来，躺下来。耶稣各位，我很不爱生命中的闺女小明明老师，今天想要同老师讲，老师，我有三万冲各位，我有努力打拼，希望唔提前当风，要继续同来加油。
开的纪念，每个心比松啊，目子留恋恋。离开一年，想你一年，多难思，多难切，连两三藏未相见。爱上今夜，化作一层梦魇。送啊到啊，送到你的身边，见你一面，想你一遍，恨恨又可怜呀，今夜含泪相见，想你一年年，想你千万遍，无奈何不送给。想一年年，想一千万遍，无奈何恨你有啥无言？太爱恨，爱恨，爱恨，你也不会。情绪应该没有那么激动了哈，嗯，唔像双双白羊安尼，这首歌一撒是要献给谁的？一撒其实想要献从本，小明明老师就是失忆男的妈妈，嗯，失忆男的妈妈，然后小明明老师有熟识，哎嘿，一开始是爱自家双瑞特别脱胎后的时间啊，有一班失忆男大哥与潘的。粉丝见面会，啊，伊是要有一个 keyboard 去伴奏啊，啊，结果伊人就请到来，啊，结束个活动结束后啊，就是妈妈就留来天发，啊，平常时就会三不五时就大天发，啊，有时爆么，是翻内么，总是啊，应该提做嘛个啊，啊，有时候讲。有限的时间啦，我去备课一下安尼啊。平常是对爱亲关心啦，安尼。像动作起个拉一样安尼关心。一份恩情。应该应该有多个片哦。哇。啊，退伍后爱就有一段时间，我爱对唱歌诶就没有动力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遇到什么事呢？嗯，可能就是一直被否定，因为科班的包袱我背了很多年了，对，哦，然后就一直没有自信，嗯，然后越说越退缩，越说越说，声音就不敢放出来，对，然后会有这种情形，我就可是唱，还真的唱不出来，想要发声就发不出来，啊，是嘛，就给几年就硬皮哎，就有时间就带我出去行行啊，就硬鼓励，是嘛，对你暗好啊。一直在个想，这种缘分哦，一直在对啊，请你当去当 keyboard 手，就一个活动 keyboard 手，然后就可以是的是，对啊，阿妹弟呢也讲要有缘分吧，那伊后来就同我讲，因同我鼓励讲，阿唔呢，伊用讲嘅好落快嘛，阿辉啊，阿你阿阿头整起来个水水啊，个高水。你这条路爱坚持，啊，有一前年有一个机会去犹太的好乐国的比赛，我就喺模特讲，我都模特讲，伊只个转天是转到，嘿，啊，结果打电话播出去咧，伊随打电话来骂我，伊讲
你哪会无甲司马讲啊？司马要去现场甲你加油啦。哦、我讲，哎呀，我感觉真见笑安尼。讲袂啦，啊，真赶紧阁找后一个舞台，阁找后一个机会来去比赛。啊，司马一定爱到现场去甲你加油。嗯。就到去年呢，1月1号迄个呢，最迷白，就系用 LINE 个视讯通电话。啊，1月7号诶。半夜啊，就接到一通电话，讲伊体浴桶的网道就撞破眼球啊。哦，然后就、啊，司马就走了，所以、所以你有去看他送他？有。所以你看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情形都跟刚刚几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是都很雷同的啊，就是才讲了前几个小时才讲完电话，后几个小时他就离开人世间。是啊。就想同司马讲，来对我承诺你的功课我已经实现了，讲下班还是再也等唔到伊耶。唔会啦，佮看得到啦，放心啦，好冇？把这份情吼，这份恩放在心里面，留藏起来，永远怀念，要不然再想办法再去认识一个像司妈妈这样，爸，我注意身体哦，伊安尼憨矮哦，注意身体啊。红个家，个家尿尿先写出来。慢热的公平呢？世辉老师，世君，从比赛下来，其实你个声音一直很吸引着我，好，非常吸引着我。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感情，懂有感情的一声音。主黑讲，你要把控制跟问题，你可能要重新。思考一下你的问题，可是我觉得金碧的表现很爱看下来，金碧的表现，我点都看到，还看到四个人去嘎的，自己的感觉，就是我真的看到真正的世君站在台上，好好的把一首歌唱好。虽然讲呀 ，Hellboy 有点失控了，可是在这前面的铺陈上面，就会讲你有搞太多亚杂故事底部，你想要讲个事情，就好像说你从头到尾。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还是重申，莫向带来的评审老师向恩马的答案，你要给我们答案，我们要从你的歌声里面找答案。所以不要想着我们评审到底要你们给我们什么，不是颠倒。所以你要想，我现在想要铺成什么故事？我想要本评审老师顶爱呀他创恩马的东西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，你才会找到你们自己想要表现的事情。好吗？哈，世君，这是我给你衷心的建议，给后面所有评参赛者。记得哈，你们今，我觉得你们这一季是让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。我们其实，我要的评审欣赏，要不然当特别来讲，要规定不会阐述一下，很特别。第一个感情好，第二个你们就算是比赛谁赢谁输，你们都不会去计较，反而会去鼓励他另外一个参赛。这是我们看到非常窝心的地方，这是非常特别。十几年来。我头一次看到这样哈，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，继续保持下去，但是不要迷失自己，记得不要迷失自己哈。舞台是你们的，为你们而设，就更要把握 ，OK 吗？好，安子 C， 好 ，OK， 哇，讲得非常好哈。好，来欢迎一下粉丝来，普世君的粉丝。94分，很棒，加油！还有两个，继续加油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好吧？谢谢，加油，好，不要难过了，不要难。把激动先收起来，哈。椅子不用，那你就已经哭到这么难过了，还让你搬椅子啊？这是，不过这个搬回去啊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好了，撒好了，顾家珍带来三档别的歌，来唱啊。今天带来这首歌，完全让我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，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也常常跟朋友做很多疯狂的事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的很搞笑哎。那今天希望可以表现得很好。
快敲钟，吹点凉风，一路四都改错三道红，输给蜜桃，小暖给你跳，给蜜给风嘟嘟嘟红，爱给梦想，自在轻松，不爱一你满爱总是错，简单最好，穷给蜜就好，别爱很多一下掉。To you and me, 留下心的痛，爱伤痛，奈唔好，是回来了等候，困在下给你，永伴流淌，用寒霜，打开垃圾哦，天天应有吹点风动，三当清风 ，Morning 的微风。花香一寸一寸飘过，奈何不痛，痛痛痛，留你相处用晦暗最高，简单最好 ，A little simple is more， 心情轻松轻快轻松，人生的方向爱困无嘛多。从情意在生命巅峰，洒洒出走，乐意天冲，多了解求落，情意点轻松。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哥，也在回首，只有爱你留下情泪中，爱伤痛难好，是回来了等候，困在下给。人生一扎细细的希望，爱很痛，困不醒，世界错也很错，不爱一盏灯火，感动一点点松。哦，巴拉巴巴巴拉隆巴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哦。家珍唱歌真的好好自在哈。对啊，就是三年起起来。啊，那喉咙有好一点吗？状况有比较好吗？就用光了。用光了，今天扣打用完了，就把它全力使出来，就这样。啊，没办法了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棒啊，感觉很棒，对不对？很棒，你看哇，唱他们都跳起来。对呀。嗯，啊，说说你刚刚唱的《亚苏格威》的故事。嗯，哈。嗯，怎么选这首歌？大家都悲伤的。嗯。哦，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悲伤，所以我要开心一点。哦，哦另外一转为另外一种感觉，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就对了。嗯、是、嗯、啊。反正他也快没力气了。我在想起什么时候？高中的时候。高中的时候，高中在哪里读？在阳明山的山腰上的一个。高中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复兴高中。哦，复兴高中，我读音乐班，所以人很少，很好玩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人很少，很好玩。我们班才15个人，真的那么少？哦，超级好玩。哦，就是他纯粹就是专攻音乐的。对。哎呦，哦，复兴高中。所以你刚刚是在唱你的爱情故事吗？不是，是在唱高中做很多很疯狂的事。哦嘿。哪一些疯狂的事来说来比方一下？晚上都会去看。我们那时候很向往，我跟我一个同学，嗯，比较鏘的同学，我们会。你觉得你不鏘吗？就是跟我差不多的，然后你很鏘的讲我。怎么样看都没有后面那个
腔。对啊，他本名就叫腔，最腔的是他。还有一个更腔的老腔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想要看那个国家戏剧院的演出，嗨，我们就挑了一个，我们两个讲好票很早买好，嗯，结果谁知道他演到十一点半才结束，晚上我们那时候门禁，我们进宿舍门禁十点，哎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跟那同学讲好，我们就说我拉肚子，在捷运那拉了一个小时，那不就快死了，不睡，然后社监他其实。原本跟我感情很不好，因为我比较叛逆一点，我都会顶撞他。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可能他也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吧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变得很好。哦，因为你拉肚子，他可能知道这不舒服，这个谎言很瞎吧？啊，他也知道你是说谎，对不对？但是下一次有这种活动，就是另外一个同学拉肚子，换他拉，我们就轮流。轮流拉肚子。那你们这两个人的肠胃真的不是很好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来躺一下共品呢。钟慧茹真是非常的可爱。那我觉得，你今天很不容易，因为在你的那个感冒的状况，那个。喉咙的声带还在发炎的状况，那可以把这个歌，很尽力的啊，把它唱完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。我觉得在这个部分，你的用心跟你的努力，我觉得还蛮感动我。嗯，这首歌刚开始进歌的时候，其实我非常的喜欢，对你的那个，因为发炎然后有点沙沙的那个声音，然后你就让你的 key 稍微做的低一些，那。整个听起来前面是很棒，不过因为后面很多，所以说你的那个三档巴拉巴巴巴巴巴那个拍子很好，可是再往后面一点点，你就开始一直赶火车了。好，这是比较对，这个是未来可以再注意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真的要说，就是一些中间副歌中间有一些半音程的东西，这个音准上可能要再多努力一些。好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可能，如果你没有做得很好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半音的东西，你如果没有做好，就会觉得你的音准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嗯，好，对。那因为你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知道你很尽力，但是未来你在这个地方还是能够尽量的去把握的话更好，加油。好了，看分数了，对。哎，过关怎么分数？谢谢老师。哇，这个分数还好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恭喜，回座休息哈。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好嘞，传统组的比赛啦。春呀 ，T 三礼拜嘛，哎呀 ，T 三礼，哎 ，T 四礼拜 ，T 四礼拜了，对呀。还剩三礼拜啦，还 T 四礼拜啦，哈，来，这个进行比赛，接受评审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张永贤先生，罗英先生，蔡启国先生，好嘞，主题讲一下，今天有请到秋霞先生，嘿，越来越紧张咯，嘿，哎，今天主题是三忙擂大兵，哎呦。三忙大兵江山钢铁，他叫本身就来了呀！哎呀，唱，今日听个阿健唱一首歌曲哈，阿来分享一届职业生活的趣味。啊，除了歌词，必须要符合掉人的歌词的，哪个的那个？符合，符合主题，主题来啦来啦，同你蛮两样个。哎，同时你咬字节拍韵味。注意四季八节，特别注意，加油啊！好，老师的意思就是讲符合伊，符合是尽量符合伊，看到主题符合伊，符合啦，然后符合主题啊，符合伊啦。来 ，TV 参赛朋友，我叫佮带来三个字，谈过啦。那啲小学教学年，得礼拜都花千多时间在准备，不过看到小朋友认真的学，那真欢喜。还要继续认真教，老客家文化传承下去哦。
跳歌的歌词的内容部分，跟三盲大表有嘛个关联？嗯，你应该厉害的教行业。嗯，嘿，国小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国小老师。嘿，小学的小学。嗯，哦，他讲他亲也很窝心的，就是同学哈。嗯，他跟他讲过说，老师我最喜欢上星期二的课。对，学生的亲好生，你上课都在礼拜日，都排礼拜日。哦。他虽然在学校是明星老师，哎呦，他敢你上送牙科哦，哇，很强。因为我带动几条都，几条都挺好好，用的带动。有的学生啊，给我排斥，是都讲较调皮啊，嗯，哦，来都很就讲做嘛个做嘛，其实我挺认真他。哦，所以比如讲嘞，比如讲，诶，学生啊都很加命啊，某同学哈，你哈系咪上去伊放学做物件系冇？来，你过来哈，弄身上强强滴滴味，我讲嘛，你都讲物件哦，听我讲啊，我做牛的，你也听我做牛的哦，我做马的，你也听我做马的，我讲，其实通俗呆呆啊，其实感觉挺好搞啦，所以你也无聊，你想要你表现一下嘛。所以低年级、中年级、高年级的搞的方式冇用。冇用用，个低年级吼，佮青少年带佮童谣，佮儿童，佮儿童跳，佮儿跳。八公八婆，冇吃鸡，冇吃鹅，冇吃鸡。也喊老的狗的，佮冇爱谈。哎呀，佮冇爱咯。跟带动嘛个。搞几个牵牛花哩啊，对哇。牵牛花，花牵牛，牵牛，皮高腰，一路牵牛爱加油。安尼啦，带几个，一个新的哦，嘿，新的，一个新的，个两条狗的嘿。起司飞行上做诶，哦，欧巴桑搞诶，欧巴桑做，欧巴桑，所以也好搞像无搞个种较传统诶，无诶，就全部搞了较新诶歌诶，那个什么调午茶，那个无咧，无个全部搞啊，无，个是真好，个真传统诶东西。你俩学生诶叫较新诶啊，感觉还有新奇啊，听传统诶发音会感觉哦，吃到乏味，哦，乏味，因为感觉不是个时代在进步啦，哦，连搞诶。东西就冇供养啊，对嘛吼？来，躺一下先生的公屏啊，来那边来。邱海先生，啊，叫佮伊认真亲好哈。那《三国志》呀，冇按容易表现啦哈。啊，不过就刚有讲个四季八节啦，关于个素材，你都冇注意。弄乜不才是只少杂，和家杂是。家杂阿拉壮士人怕火，你是不拿才上不。罗摩伊哟，伊本呐，伊坐呀，嘎只乐呀，嘎只哟，伊上面就喊我谈啊。还有传神，你就忘记个啦。传神童谣啊，你就忘记啊。四十四啊，冇看到四季八节，四十三嘛，四十四张忘记。好，那当然，老师咧就会忙作啊，想问伊就问伊。莫既然你要三国比赛的，按照这按你规矩了，哈，是四十四，三十四哈。还有
今日恐龙今日你们恐龙欢喜，你转去躺躺看啦啊看你俩只，你听一句听四句，或者你要做事你就欢喜，啊你就比较好口舌了哈，还有机会没？继续加油！谢谢先生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本书好吗？来，王秋吉的本书《平子》。关于从农民办吼，你嘅上任确实多两下爱渠道，还系动稳动好，就系讲动大爽嘅为所出现。从事会计工作三十几年，三十几年了，每天都在算钱，算一算都不是自己的，对呀，气呀。望出第一本书。哎呀，继续播下去。哎呀，希望呢多多交些朋友诶，吼，不如接触客家文化咧，客家语言。全部些朋友行啊出的用腔调法。系咪？啊，阿志生，多谢多谢。谢谢黄老师，谢谢谢谢啊。我哋杀下来呢。郑锦荣，一个秒冲平板。来听啦。人讲我有一份好嘅出身，就一定要先有一份好嘅工作，你就系爱面对每一件事情嘅态度。上网大病认真去做，相信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和结果。好神的朋友啊，有冇做成好？你好。金庸讲嘅千十万嘅创，系哦，千多十万嘅故事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十万多唔关，系啊，佢割嘅系咩？巫婆姨，系啊，割到木柱都出问题，咁啊，你达标系十万嘅，你话？钢铁人都系，钢铁人啊，啲法人有钢铁吗？法人有，咩叫青龙？我哋讲嘅是钢三眼，冇钢铁。哦，钢三呐，咩钢铁哦？咩钢铁？咧三眼咧，咩平地嘅铁？咩山坡地？山坡地，那可以种马哎呀？种马嘅东西。我哋最初期是介种香茅，香茅，系香茅过来分种梅，梅酸梅，酸梅梅子，系对，系种梅。哦，种一大片嘅咯，有种个差三加两地。三格人梯哦，一千台呢？三格一格就两千人平了，三格人梯计要几万平的了。个也还有得种吗？有，蛮还有得种。肯定啦，千三万。哇，所以个种的东西，可能养活你们一家人哦。以前是，
以前是，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兄弟都打都出来外面了，那只能够去个那个带工厂当工厂。嗯，哎，啊，山东那个村哎，还有安逸过这个。铁种的呢？啊，空山，空山。好了，来，今日唱到杨白来唐先生的公屏。唱到中。郑先生，今日唱一平板吼，叫。以下个油点，可比讲加个饮食，本来其实一量啦哈，以适合唱歌的人啦哈。咬丝也有脏，拌料也一猜。不过我还是有一些的来建议哈，可比讲，从些带菜的菜丝哈，假使做的添加重一些的，唔会咁。角度按断窟啦，啊，我要卡好的位哈。像米基张油检验，张油啊哈，张油检么你啦？油每天都要油我唔是安尼。我家是青菜，然后讲下这个，还咪做得一口哩？一条山歌哈，米扎斯啊哈。假使这只诗的本源做在前的时间，都无需要再个用别只诗去了去推理啦。这样呢，听到这只诗会较清楚。嗯，加油！哦，安子生，真的蛮乖呢，三哥真的。好，来看分数。郑金勇的分数。什么先生？哇！哦，这菜哦，请公用哦。对，公用公用，嘿呀，加油！谢谢你，谢谢啊，专业当草，谢谢谢谢。好嘞，撒下来去买你呢。撒下来，王书记带队落山歌。唐坤好。两行爱虽然退休诶，但是相信以前做小说生意的艰苦，两下想到就像噩梦一场。今明日我来用落山歌。来回忆以前做生意的辛苦，希望大家会欢喜。走走红尘。
哎呀，四个字哈。哎呀呀，哎，头摆用的大边风起来啊哈。噶，做咩投资失败咩？哦，糖失败，系啊，做后背之后就来做小吃啊，所以后背就当辛苦啊。嗯，啊，生意又好特殊。噶，全部都要投胎好，投硕士。哦，有懂我之前那时间。呀，要投硕士，要投胎好，啥物生意当辛苦。晚上怎么过得去？哇，个生意提供给勇士发生事情吗？抵啊，抵，哎，助学助学贷款。嗯，哦，生意要先助学贷款。都后背他轻松的将来全部完成。哦，阿哥开始做小吃。嘿，做到当生意当好。很慢年代开始。太阳鸡。啊，太阳鸡。老公的姐姐。对，带来两公婆，阿老公当上忙，佮马家其实做到当那个。你老公本来做马家？佮本来教书呢，以前是。教书啊。那稳定哦，挺稳定哦。对啊，他以前是电脑老师呢，淡江大学佮亲做起的工程师。按量的恐吓，从零开始，安尼开小吃店，安尼变起来。系啊。哇，跟卖嘛个东西，小吃。就小吃，哎，面啊，臭豆腐啊，锅炉诶。哦。赚嘞，天天。赚嘞，简单。哦。那牛一号，无噶是俺先生较歪啦。嗯。俺做夫妻炸出豆腐老个，葱面。哎呦，跟卤味全部啊，所以你是靠着炸做臭豆腐翻身的，没有卤味哦，卤味卤味卖得很好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如果我一买一发哦，我会叫你说买一送一，没，我会请你说炸酥一点，我要炸到外酥内也酥啊，你好，各种臭豆腐当好吃，给你做烤豆泥了，我要做硬炸，炸都炸到这个。香啊！我得叫，我得袂得。你就回去去安尼个，安尼嘛个呀？他们随时安尼鱼酥就好了。猪头腐，猪头腐炸熟了以后。来来来，抢猪头腐，没抢猪头腐，抢罗英英老师。啊，好，今日往台在创了罗三哥吼。首先，我先来讲一下，就是我刚刚你创个了赖创任，好，个上任莫讲动顺。就是全部都是台台上，好，虽然讲就是只歌词二诺三歌，爱从台台上，好，不过这个台台上嘿，来唱的时间还是有弹性嘛，哈，比如讲你唱第一句哈，朝朝风从，哎呀，下声音嘛，好，全部强融台上哈，你唱到后边做胜利个，你只做个时间，佮是动词，好，照你来讲，你是加下唱掉个音。你只是出下打松，吼，喊十个来，听一句吼，你讲蜜桃清香，吼，两片清香，我感觉你个咧润，香唔系转到冻好，吼，因为喊个，因为你系讲你个打边个故事，蜜桃清香，嘛个东西系蜜桃清香，可能食菜也系蜜桃清香，食东西也系蜜桃清香，咁你系做料理，可能你蜜桃改做料理。你会下低，好，在你爱歌词当中，因为你是八小时而唱，到本台家定义讲嘛个，冇简单，好，所以系讲词做得落去上一下，吼。唔过，你不管你唱到样板，吼，你嘅上韵确实多一下，爱取到，肯系当稳当好，就系讲当打爽嘅位数，就系你用嚟唱到最每一小时就唱唔唱咯。好，不过我系当倾听你唱歌呢，可能见来见见众啦。不过就出于咧，我知道你其实唱到动文动好，嘿，是吗？好，谢谢。哇，一歌词唱唔到，可能就会影响几多分数啦。薯条副位。哎呀，炸个薯条诶，吼，来。王叔给你分数。沈梦老师。哎呀。真紧呐！冇办法，除了复杂唔好。对，差，免速度中烂。哎呀，又怪那个掌握怪机，那有空间哈，进步哈，好嘛哈，还两礼拜啊，好，谢谢。好来，撒下来呢。陈松哦，带来三个字。过来哦。我的工作不仅让我有能力赚钱，也让我学习如何理财，为家庭奠下稳固的经济基础。今天就透过这首《闪狗子》与大家来分享我的故事哦。
还有孙老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一身红。是，还有，对呀，昂水欧大班呐，谢谢。上班吗？该分享吗？该上班公司？我从事会计工作哦，三十几年，三十几年啊，哇，在宏基电还是台积电小公司啦，莱德科技做光碟，做光碟，莱德很大呢，莱德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 CD 啊，都是莱德哎，对，光碟，对，哇，小，你算是总会计吗？还是就会计啦，就一般的会计，一般会计，那他应该还有财务长是。对，就很我们分很多，有分很多，成块普块。那在你手上经历过的那个才有最大一笔是多少？大概讲一下，有没有几亿还是几十亿？有三，你看，每天都在算钱，算一算都不是自己的，对呀，气呀，算他们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都是帮人家算钱，都是帮人家算钱。对，这当会计真的很难呢，很难那个对数字观念的那个观念还有那个逻辑，对不对？蛮乖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谢谢，真的，这会计真的又要聪明，聪明，对。要懂得变通，对对，这是个人头上一片天，每个人都有命哈，对啊，对，各自有命，哇，为什么人家可以开莱德科技，我只能当个会计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啊，还是在莱德的旗下工作也很好啊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人家问他你在哪里工作，莱德科技，对啊，那也要考试进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当初哇。好棒，好佩服佩服，也是厉害，是是是。好，啊，你来看一下，来谈一下现场公平来。谢老师，好，孙老师是右眼哈，记得上礼拜有评到去，下礼拜又多轮动哈。也先来讲哈，一礼拜来讲，你猜一个老师方面一条哈，有较脏嘞，哈，有较脏嘞哈。右面来讲也有做到，但是呢，有一点我建议一下哦。佮每年创股时节有感觉硬创硬夹哦，有硬创硬夹哦，也个年纪也大起了吼，都头个当面些，所以也喺仍然起码唔是佮本身健壮，一健壮落去，你就想个哦，我实实来创地就好，也咩啊实实问题，最主要佮你恶水一同闭合，好地夹个恶水也千万啦吼，因为你一健壮来创个天机。唔敢了一番啊！佮到位你就赚了无轻松，每只月呢就要同意，因为赚头赚角一条一天要做来讲，啊，让我发归属的各位整体怎么好谈啊？还有良心系嘛？再加油哦！什么紧张？哦，那就是，紧张。对呀，对，没有非常紧张，紧张到现在。好嘞，看一下，整送我的粉丝。恭喜三，九十二分到头了，加油加油，谢谢，哎呀，好，恭喜你啊，好，回家休息，继续赚钱，继续赚钱，好嘞，撒下来，两重发带来六三哥，好嘞，躺下来。You can't care，这是什么？要拍卖的，是不是？好嘞，啊，现在我们要拍卖这个东西，来，一表白。起价50块，来。我后生的时节开工厂，虽然有当多辛苦的时节，但是我一步脚一脚印，慢慢的做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来照顾全家太细。也是我最大的心跳。
新妇啊，用用心啊。像说命较坎坷啦吼，系啊系啊，哦，父母亲当作哈，妈妈当作是这样，阿公阿婆带胎，嘿，哦，阿七家子独立打拼出来做条路，做条路，做马条路，白手成家。哎呦，一开始做马个条路，还是头摆学读工科啦，嗯，工科啊出来是。做了五斤做母了，母的做两天啦，五斤两天，可以母生产了的东西啦。嘿，你用是吞银做？一开始吞银做？一开始吞银做，啊做做就学到技术吼，计差不多持续两年来时间吼，计下时态计看。还爱技术来实践啦吼，自家是买机器啊吼，哦，就出来是加工，发资金加工加工啊，发资金投资哦，无啊，一投一投一投人，见细细见做见多见多啊，就买机器啊呢，有啦，哦，啊去生产生产，所以做了五斤两天，啊投下投啊，开始来实践，哎，你先做些圣诞灯啊吼，也。圣诞灯啊，大本营，乃是做那个统片啊，啊做做无几年来时间，全部就走去泰绿了呀，啊乃就重新做过，年这边年你较便宜，是啦，又年又多，个上多啊，个投资也投落去的时间，啊做枪枪，哎你个技术就无用的，哇哇原来呀，哇啊不每个晚上，晚上做挨了新埔个。跟人家置物价个两天哈，做几年嘞，几条停嘞，个就去太溜啊！啊，部门外底也是请到后辈个人家做汽车零件来塞两天啦，啊，是跟做到你做到每一点也是加工作案啦。哦，所以也算自家做条架子做个，健康啊，只要有工厂的啦哈。哦，也好做无安多嘞。他做无安多哈，安尼当好啊，也个当然了，你唱歌的好命，对不对？一年也没有吼。哎呀，来来，唐夏先生的公屏来。邱夏先生，老三哥嘛，自由原创嘛，你跑啊，你唱歌诶，个声音就出来。不过因为听出的。对后辈的输赢是一副感觉，都是为以为所在为输赢，气不足。还有后生学习，你要讲学习不学习？学习，你家是莫做莫虾米来啊？你从来学习的，啊特别看人做哦，因为俺正面看当清楚。哎，你看你的作用，因为你这样是，人家都个练唱的时候，学习人家特别注意你的就是，当你正式唱还得学习，有两种思想才能做到。学习，最 happy 了。学习，学习，还有做五斤呐，五十呢？你冲了某个当面嘿，做那个斤是做出去的。哦，五斤呐，五十你冲了不清楚来。哦，啊，他因为你啊就进入到后背两三十倍的，很严格。啊，做先生是帮人咯，康师爷。
啊，所以人家 video 唔错，我都是拢就讲出来，希望唔丢脸，叫贵金，哈，很有良心的，加油，好，安息，加油，好，那我有位，陈高总，我有些建议就讲，佮天意佮时代进步，时代嘅杂台事，哈，你做得用嘅嘅那个时代有得用嘅。填那个米上啊，吼，你可以考虑看用那只盐，唔会冲到会卡好，吼。七米机啊，吼，我因为人家安尼冲的吼，我有一心上了。虽然辛苦也甜心的，虽然你冲虽然时间，老天爷的石头那个强头无强样，哎呀，以后要创新无强样啊，唔要讲一天，大家都要强样嘅安尼盐，我因为。本来四季采集的盐果，因为四木中央和各位家的拌料，也是做的去调整的啦，每一天那安的啦哈。故说讲，山果东西尤其落山果哈，以肩胛给吃油做的，但是不论用半天，家个四季八节还是有一天的年节，但是你对啊年节都可以做变化了哈。加油！谢谢，很支持，很支持。好，按这来看一下两个粉丝咯。刁春发的粉丝，要不一枪啊？个粉丝全部当歌呢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昨天莫本给拜个粉丝来看到，看到啊。帮多一下来啊！系咪？啊，还有两礼拜。加油！好，谢谢安子生，好，在 V 当草安子生，大家大家，好嘞，三号来呢。陈经理带了平板，躺困好。爱无论做乜嘅事情，都系动认真，对爱嘅铁路咩强用。爱游客做些几十年嘞，根本就就老大家来分享爱得到嘅奖励。好的啊，现在我们要拍卖这个东西，来，一表白，起价50块，来。好像一神人嘞，很矮的，恐龙的橡皮，恐龙哦，恐龙，恐龙的橡皮，恐龙的来蛋皮来做嘛个？好，也还蛮个人家个恐龙的橡皮，就矮。哎呦，上面有写呢，第一名，陈建居呢。哦，一个94年嘛，水晶个奖杯很重哈。哎，其实俺有十多年哈，全部会打条命。什么呀？业绩啊？所以有十多准那种。哎呀，因为冻虫啊，
冇辦法全部帶來，唔可以來，冇冇會講翻個人夜夜只用佢聽。係咩？你做乜嘅？因唔得唔得？遊客吼，一般人認為講，就好好做，就出本分做就好咧。哦，就會唔出本分。算公務員嘛，哈。係啊，係啊。不過遊客有嘅入職就會郵政壽險。壽險。哎，郵政壽險。還有儲蓄險。哎，錯。哇，十多年來當年就第一名。做的遊客會就在出軌的那條啊，跟那個旅遊全部遊客看不出來，漏是漏是。哎呀，對呀，我看他不太會講。一般給客戶就看外面漏是的。哇，我跟你講，一來德科技請到你，有閒要請蘇某跟介紹，哦，幫來德科技嘅員工去多的，幫多的。大部分那個只有個公家機關，然後學校嘅。落实哦，因为落实也变卖油，吼，往 QQ 先生，吼，也卖油，吼，对对对，啊，要穿条子也卖油，往输给，吼，也拢油，吼，系啊系，好好好，你要穿三档方咧，就土地咩油，哈，个个个，你要做五斤油嘛，烧乜个东西，哈，料穷吧东西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啦，哇，老师吧，系啊，好啦，来谈一下公平的，英英老师。嗯，好，请大家好，恭喜彩。一路行来对你，一开始大家讲你行唔会讲客家话吼，到今年啊从起来，莫讲谈唔出来，你唔会讲哦。所以，感觉到你的认真，反映在你从个三个当中，哈。系讲今天爱讲吼，建议你就系从到天二级嘅时间来存钱，嘅只存啊，哈，可能上任就下限到嘅，不过两只事本来就莫讲当好创。好，所以当然为讲客家话嘅人来比赛过都当紧张咧，哈，唔是讲你唔会，喊你只事就喊下唔好创，哈，所以系讲入机会就个咧，从安阳县嘅歌词嘅些，系讲个人嘅只事唔好创嘅些，你系想用办去改革，哈，改方式，系唔系你嘅上任嘅咧发生嘅会议，还系哪片哈去改进？因為兩隻事接接會重多嘛，存錢，因為客家人錢愛錢嘛，所以存錢錢多，歌詞當中哈，所以兩隻事坐低落去練一下，就安樣。其他同行什麼人？宋先生，好，安先生，陳先生，好，安尼陳建義先生哈，實在講無簡單，唔係客家人能夠創到成果，創到安好哈。雖然講你創來當好唔會差，但是少可為，一個出師出莫出。出窗出窗眼，哎呀，就做得哈。因为刚才甲我谈嘢嘅出师无算轻标准啦哈。其他来讲，做得讲创得相当好，再加油哈。宋先生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来看下嘅成绩咯，好。陈建基嘅分数，哇，宋先生。哎，这本书老压住，安尼个业绩肯用安好。安好哎，那哇，你这做什么事情都是第一名的哈，你就要拼第一就对了。这一次也想拼第一哈。尽量哈。你要问一下曾金荣，看他愿不愿意让你。好啦，恭喜你了，谢谢安子 C， 好，谢谢。好啦，安尼今日比赛到这里告一段落哈，安尼呀，这本赛还有两礼拜的时间，两礼拜以后，你要怎么滴？安尼贵个贵冠军都带去曼联哈。哎，啊，好中国的朋友很懂多，加加了报名啊。报名专业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方0227778231。等一下，大家了报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另外呢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辛苦的长队长？哎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啊，那咱刚刚做一水梦啊。Strong， 脚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啊，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是非常辛苦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。老年大礼堂，老年春花楼，拜拜。